王吉，你可知错？我叔父让我中邪，我还收白。你要想好，自己去。那是真正的离经叛道，我是不会动。这场之事是否都有共同对方？ 若不能以黑白断事，定不了主，那要如何才能定一人之心？他说的不对吗？或许是未来社会，亦不能为人处事，要有些崩溃，有些邪道，终归会付出代价。古往今来，无一例外，死到随身。 我想带你。